春秋战国时期的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，孔夫有孔子，周成有孟子，这是当时的地图，三子将进行事图，看到了诸国、滕国、小诸国、薛国，基本上都是在枣庄、周成、济宁的这个现在的区域里。这里引我面前的。是朱文公和他的马车，朱国的国君。我的右手嘛也有一个展厅，又是一个大屏幕，这里屏幕很多啊，这里也是一些石器的展厅展示。哇，这周朝呢有很多的这种遗址，我们刚才看地图也已经看到了，出土了很多的遗址。